好啦，又到咗戏迷点播啦。嗯，睇下咧，就呢个戏迷咧要点乜嘢咧？嗯，佢要睇曹秀琴。咁啊，有个戏迷咧就要睇咧梁耀安。啊，咁啊呢两个演员咧都系好优秀嘅演员，我都好中意佢嘅。不如咁啦，咁啊今日咁好日子咧，不如咧我哋听佢哋对唱一曲开开心心嘅《白玉红梅》啊！小生非贼啊，唔系贼，吞长进来作甚？我系捷，系捷梅而已啊。捷梅，饮落半下。
归去的实欲作文诗，通尘是弊诸奸佞啊！诸奸佞，祸国殃民假此道，欺公枉法罪非轻，不灭奸臣难保国，将相本周朝廷啊！相公何人啊？太学生员裴顺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期的梨园艺坛的节目，我是今期的主讲老师倪佩仪。大家都知道在戏曲舞台上面，我们戏曲就是以歌舞去表演故事的，所以除了唱之外，我们的造工我们的身段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身段表演是我们花旦的必修课程，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我们怎样去练习呢？首先我们怎样去从基础开始去学呢？就是我们必须要从戏曲的元素啦，即是指一个单一的动作，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兰花指啊，什么叫荷叶掌啊，什么叫做拳啊，我们即每一个单一的动作，这个单一的动作呢就为我们以后呢单元的练习啊，我们的这个身段的组合啊，同埋舞台表演是打下基础的。咁我下面首先同大家介绍的就是手法。大家都知道戏曲的舞台里面呢，我们花旦的行当同埋各个行当呢都有很多很丰富的这个形体的表演的。那这个训练里面呢，就大家成日都讲了，就包括就是手眼身法步这个戏曲的五法。那在下面我跟大家介绍，首先一个就是手法，我们怎样去练习我们的手啊，我们的怎样去练习我们单一的动作。下面手法呢，我们来一个首先介绍就是兰花指。兰花指，花旦常用指式，一般用于指示方向、指人或同剧情有关的目标，表现女性的柔软秀气，
忌手指僵硬或发紧。乜嘢系兰花指呢？我哋应该要点样做呢？而家我请出红豆粤剧团青年演员杨芬为我哋作示范表演。兰花指呢是花旦常用的指式，在舞台上面一般就用来指示方向啦、指人物啦，啊，同埋剧情相关的目标的。首先手指要用力向后翘，小指呢伸直后自然地稍弯一点，无名指呢向掌心弯曲，中指和大拇指弯曲，中指的指尖轻轻地按在拇指上面。兰花指一般就是用在表现女性的柔软、秀气，要求就是千万不要僵硬，啊，还有那只手指不要发紧，放自然一点。是啦，好，这个就是兰花指的指式。第二个我和大家介绍的就是兰花掌。兰花掌，花旦的掌式，因掌式形如兰花状而得名。旦行的掌式和服饰上的图案相关，所以俗称兰花掌，主要表现古代女性角色的娟秀和妩媚。它兰花掌呢，它的掌式呢，就一定要将手指用力向后翘，然后呢，那个大拇指和中指的第二个关节相关联那个地方呢就贴紧，再用力使到那个食指和无名指最尾那个手指往掌背后翘起，五隻手指有明显发力的感觉，所以这个形状呢就会很漂亮，它是表现古代女性角色的那种娟秀和妩媚的。第三个我和大家介绍的就是剑指了。剑指，戏曲手法表演程式，专用于舞剑的手指动作，又名剑诀指，源于武术在舞台表演中专用于舞剑时或走旋指、射雁、探海等动作，表现人物的英俊和受到严格而规范的武科训练。但是在老生、花脸、武生、小生等行当中，为了明确表示所指的方向，亦都用剑指。剑指呢，就是先将手的五个手指伸直，然后将大拇指和无名指、小指弯曲地靠拢并紧，它亦可以作为向角色指示方向，比较这个有力和这个指法上面来讲，就是在耍舞耍起剑上来讲是非常之威武和有劲的。今期我们和大家介绍了花旦的几个手法，下一期我们再继续为大家介绍花旦身段的基本功。拜拜。各位老记，欢迎收睇今日睇戏讲古节目。上一期呢，讲古佬就讲咗九井当中嗰个九眼井啊，即系越王井啊吓。咁今期又讲下井，讲边个井呢？今期所讲嘅系吊臂井。当大家经过广州嘅鹿茸庐，
未曾到鹿茸子，你会发现咧，响人行道上边有一口井，有个井口，咁啊井壁咧唔系好高嘅啫，微微高出地下些少。咁呢一口井就系吊碑井，吊碑井以前啊嗰啲水相当之清甘，不过家下呢口井竟然枯咗。点解枯咗呢？因为井下边咧，而家做咗地下停车场，咁其实个井就得个井口，得个位置所在，已经冇水噶，连啊井底嗰啲井壁都冇埋，变成咗啊停车场。吊碑井，佢以前真系吊住块碑噶噃。话从前响井壁个树，斜斜就冻住啊！一塊嘅石碑，石碑上边刻满晒嗰啲符箓小字，碑嘅上半橛有些少系飘出井口外头，下边咧就系掹住啊嗰个井壁，咁故此就叫做吊碑井。相传就话吊碑井里头以前有啲神奇嘅动物噶噃，咩动物呢？话每一日朝头早总会见到有只白鹤，白白白一飞飞出，嗰只白鹤响井口一飞出嚟之后，后边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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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一大扎嗰啲飞鼠跟住就飞出嚟。白鹤，我哋叫做啊仙鹤啊，视为系仙家道家之物，好嘢嚟。而飞鼠，飞鼠，广府人又叫做福鼠，其实就系蝙蝠，蝙蝠蝙蝠，压个福字音，佢系啊福气咁个寓意。咁当然。呢啲系中國人同啊洋人嘅文化唔同，響洋人睇嚟咧，蝙蝠飛鼠係邪惡嘅之物，會唔會同嗰啲咁嘅吸血殭屍啊聯係埋一齊？大家睇嗰啲啊恐怖片啲細片就知道。但喺中國人嘅文化裏邊咧，飛鼠就係好嘢嚟嘅，咁就好似我哋啊將龍當成吉祥之物，但係西方人咧認為龍就係惡魔。嘅代表惡魔嘅化身，唔同噶。嗰啲百姓就認為，嘿，又有飛鼠，又有白鶴，呢處地方好啊，福氣夠。於是乎咧，吊碑井呢口井，啲人就稱佢為福泉，啲福氣跟住泉水湧出噶啦。咁所在嘅位置就叫做福泉街。百姓同嗰只鹤，同嗰啲福鼠一齐融洽相处，大家好似朋友一样。啲白鹤又好，嗰啲福鼠又好，奉之唔怕人，仲同啲百姓一齐嚟玩耍。咁且讲，后来就嚟咗个官员，嚟一个咁嘅县官。平时就哈哈巴巴，无恶不作，无作不恶，欺男霸女，啲百姓背地里啊，真系闹臭佢。吓，佢有一次啊，身患个怪病，只觉得周身痕，越拗就越痕，冇事停。哎，死啦死！究竟咩病？揾嗰啲大夫郎中嚟睇。个个都话唔知噃，真系睇唔出，又唔系湿热啊，又唔系寒灼啊，冇人断得明佢嘅症。咁呢一日，袁官又响衙门嗰处勾痕，听见出边，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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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
转移奇难兼杂症，哎，若到回春一扫平，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哎，有一个嘅江湖郎中，响树行走卖艺嚟卖药，出边系咪有人卖药啊？啊，大人系啊，你。嗌佢入嚟帮手睇睇啦！哦，系，喂，边个啊？你过嚟啊！老板，有帮衬系嘛？唔系，我哋大人要你帮手睇睇病啊！哦，唔该晒，哎，得，哎，你文化啦！原来啊，知县大老爷揾我帮佢睇，哎，仲可以捞笔劲噶！呢一个郎中，你庸医嚟嘅啫，正一就系黄六。个黄六一入到嚟，阿大人咩病啊？身痕，周身痕啊，周身痕，帮你把把脉。啊，大老爷，点咧？啊，你嘅身痕之症呢？好容易醫嘅啫，好容易醫。我睇暈啲郎中都話冇法子醫噃，係噶啦，佢哋啊冇我醫術咁高啊嘛。你呢係因為身子愧去，睇嚟公務繁忙啊，太過勞碌啦。鬼係嘅咩？公務繁忙喎，啊，經常煙花河仔去得多虛耗啊！真係呢條友，公務繁忙啊你，係。的确好忙啊，系啦，所以你补补佢就冇事噶啦。哦，补补佢点补法咧？嗱，你揾啲人参啊、鹿茸啊，啊，揾嗰啲大补之物。另外，仲一样嘢，揾只壳一啖，啖煲芹，饮佢一煲，瞓个觉，第二朝就唔问。咁噶，咁壳好容易啫，人嚟出去帮我买只壳翻嚟。哎，唔得唔得，嗱，大老爷呢煲嘢唔系话翻只壳得，随街卖嗰啲系夜游壳，唔得补嘅，唔够嗰啲仙气，你要揾只仙壳。何为仙壳呢？即天生天养嗰啲，唔系人攞出嚟卖嘅，要捉翻嚟嗰啲。有。个管辖嘅范围呢，有个井，那个吊臂井，井里头就有只壳嘅。得啦，就捉嗰只。啊，冇错啦，呢种壳就够仙气啦。人嚟，我将只壳捉翻嚟。手下嗰啲官差心谂。壳啫，嘿，容乜意啊？立定架餐，带埋弓箭，捉壳。班人一去到吊臂井，不大，啱好嗰只壳就飞出嚟，同嗰啲附近百姓嚟到玩耍。个官差一见，嚟，放箭射佢，万弓搭箭。但天一箭向只壳就射嚟咯噃，殊不知佢只壳灵活飞上，好似识听声咁，一飞轻言易举，将支箭就避开，再射，啪！天又一箭射嚟，佢只壳啪啪啪啪啪啪一飞飞起，揾个口一担，将支箭都担埋。箭射唔得嘅，落手捉一个二个就冲上去就扑嗰只壳，知大只壳好正，无论你点样捉都捉佢唔到。啲官差一见，哎，唯有翻去复命啦。大老爷捉唔到，捉唔到，成朝咁多人捉只壳都捉唔到。大老爷，我哋都唔想噶，吓嗰只壳咧，
好醒目噶，见到我哋啦，一俾就俾，咧同嗰班咁嘅百姓啊，嗰班咁嘅街坊就懒熟噶噃，咁笨嘅咩你？咁你哋啊，唔好着嗰啲官差嗰件衫啊嘛，你扮成嗰啲百姓捞埋入去里边，我认你唔到，冷不防咪捉鬼住佢啦。是啵，哎，明白。於是官差將制服除低，扮成百姓，又走過去，想話同只鶴玩啊。點知只鶴一見啫，擰低個頭，理都唔理佢走。嗰只鶴有靈性，官差換著咗服裝，一樣認出佢哋嚟。最後。又是吃白果，又回嚟報。原本的後堂點辦？揾你嗰個黃綠醫生，大夫話唔得噃，捉唔到噃。唉，大老爺，藥你自己食，要你自己去捉咧，先夠誠意嘅。係咁啦，你揾到嗰只殼嘅竇口。你咪自己趁佢瞓覺嘅時候一捉捉住佢咪咯，有道理。於是到咗晚頭黑，靜靜雞帶住人就去到吊冰井個船。卓石啊，我親自落去，你睇住。個官員靜靜雞就攬過井壁。跟住就企落去嗰一塊嘅吊臂嗰度，斜斜地、跣跣地腳嚟踎低，哇！都企得好啱啲，企得好辛苦。不過為咗啊捉嗰只殼冇辦法，睇見只殼，擰住個頭，攣嗰個頭啊落去啊，只翼個樹喺度瞓緊覺，你似你。伸手一捉，点不知一捉，嗰个壳猛然之间，啪，将个头一摆，揾个壳嘴一啄，哎呀，啄落去啊！你个恶官只眼度，哎呀，我只眼啊，一捅，企脚唔稳一跣，砰，就有吊臂个树跣跌落个井度，一捉就捉死。嗰啲官差一見啊，大老爺捉只鶴，中死咗啊！再想話打鬧佢條屍，點打都唔知去咗邊，冇計啦。於是班官差就唯有收隊翻去。呢件事後來一傳傳開去，啲百姓都話啦：只鶴啊有靈性，食得知道邊個係好人，邊個係壞人。呢個惡官想話揾只殼嚟到保身，誰不知後繼唔到嘅是渣米，連命都冇埋。自此之後，呢個吊臂井就比傳得更加神奇。嗱，今期講下吊臂井，下期咧講古佬，再同大家講下其他嘅古仔。我哋下期嘅睇戲講古節目再見，拜拜。睇阿雙講戲。品戏曲人生，攞住钱，下昼就同我去照，去照嗰个 CT， 一照佢系啊系攞钱啦，就系啊，好就早，佢话好就早啫。如果迟啲就效果严重啊，系啊啊，所以嗰阵时嘅手都唔喐得，咁啊喺医院住咗廿几日，就比较好翻啲，但我揸筷子都唔识揸喎。揸筆揸筷子都唔識揸，後來嗰度嗰啲醫生啊，醫生護士，護工。